已经开始了。Hello， 化妆主播连麦吗？要掉。哎，这个，等一下，它缠住了。好的。你怎么弄呢？我也不知道，我好像那个恐怖片里的，怎么那么绿？是这个光的颜色问题吗？它有别的颜色的光吗？或者关掉耳机不合适，我戴不上去怎么办？它一直掉。你这样，特特要卖。我们也没有胶布哈。这个不行，塞不进去这个。我怎么拿个东西？哦，塞不进去，一直掉。啊，把耳塞换一下。人脸还行，不是周围的。周围绿。对，人脸还行。怎么周围这么绿啊？行，好，那就先这样吧，大家将就一下。今天是，就是惊悚主题的。哦哦。好的 ，Hello， 开始吧。我要怎么看后面？嗯，不要吓我。或者还有个办法，你把这个塞拿下来，有点膈应，你塞一下试试。我这边还能画出来。那这样挂得住了，这样挂得住。好，我们把耳塞取下来就能挂住了。等一下，主播连。好的，我们现在等主播。视频窗口可以调小一点，怎么调小？请把我变小。嗯、看不见游戏来了。这个衣服。本来其实我今天想穿一件黑色的衣服的，但是突然得知这个 title 是甜美集合，然后紧急的换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强行的凹一下，强行的咱们填一波今天。好好好。不理咱们理呀、啊！我本来，你本来就挺真的吗？这位同学，等一下，支付宝结一下账。现在在啊，我们现在在等对面的主播连麦。没有页面是吗？好，那等的时候我们来换身衣服吧，让我看看有什么衣服。这个角，哎哎，跳过视频，换个人。没有，大家觉得关了会不会好一些？就把灯关了会不会好一些？关着好还是个关着好还是开着好？用云悠悠，哪里有云悠悠？他用
没有云悠悠，这个号没有云悠悠。看这个双马尾，说好的双马尾呢？运动。要不找个男性角色吧，那不行，感觉女角色比较苗条一点，比较不容易被打中。这个葵妹妹，葵妹妹，哎，是不是有？葵妹妹。啊，也挺苦的，就他吧。还是他呢？感觉这个跟主播就是好的。Hello。哎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能看到我吗？非常的小，但是能看到。哎，能调一下，能调一下。好的，好的，就是怎么放大是吗？倒也不用啊，一样大就可以了。一样大，一样大，一样大，一样大。Hello， 子怡 ，Hello， 子怡。好的，陆安。好的，你好，陆安。我是咱们虎牙的这个 CF 的主播一个。这久仰大名。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对，太客气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平常有玩过咱们手游吗？有，但是我大概是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玩的，所以因为工作也比较忙，所以都是拍戏的间隙这样子玩一下。就是偶尔玩一下。平时比较忙，闲的时候可以娱乐娱乐玩一下。对对对，但是不能，就是还是比较菜的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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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一块儿的。好嘞，我能带你，咱们不一v一哈。这边往下看看，看有你好友。游戏上了吧？游戏上了，我上了，我的 ID 叫救命别打我。哦，看到了，改名字了。这样，咱们玩游戏之前，咱俩先玩个小游戏。好，就是你是哪里人啊，子怡？我是厦门人。厦门人。嗯，咱俩这样吧，咱俩就是说方言，然后我来猜，就说一个词，拿方言说，我来猜。啊，这样。但是有个问题，我可能不是那么会讲闽南话。要不我这样，我能用方言的我用方言，不能用方言的我用外语吧，可以吗？外语有点难住了，给我。因为其实我那边的方言并不亚于一门外语的，它的难度有的时候还会更低，说实话。就是很简单，就说一个词就可以了。好，好好好，随便说一个词。好，你先来，我先来。你先来，你先来。那我，您是哪里人？这一个，我是山东的。山东的方言没有难度呀？没有难度吗？那我说一个，我觉得你应该猜不上来。我觉得你应该猜不上来。好，我听一听。头上，头上，头上，头上。呀，给个提示吧。可以给直播间的小，可以那个直播间有人听得懂吗？喉上，耳背偶像，头上，你有山东的可能是晚上，上午，对对对，就是晚上。怎么还有上午的？喉上，喉上里，好，喉上就是晚上的意思。嗯，还是有点难度吧？是，确实有点难。我以为山东，山东方言，我认为没有难度的，结果，哎呀，翻车了。后赏啊，后赏啊，对，然后我们这是后赏啊，后赏，这就明白了。对对对，好的。那你说一个，我来猜一下。大家屏幕给我提供一点灵感。后
不是猴。好，闽南方言，嗯嗯，卡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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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语气是卡紧卡紧。我这边有人猜对喽。我给你模啊，哎，对，是吗？是吧？你是不是小伙伴们提供答案？我没有看屏幕，我没有看弹幕，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就是因为闽南方言方闽南方言确实比较像一门外语。确实确实。嗯，说实话，要说一长串就不好，听不完全听不懂。之前有听过。对，我也听不懂，说实话。我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好，我再说一个。我们可以说长一点。对吧，加上语气这样好猜。这样我说一个，我说一个东西吧，我就说一个东西吧。嗯，乌炸子。乌炸子啊，乌炸子，乌炸子，山东人，山东人，我场外球，乌炸子是什么？乌炸子，完了，山东人也不知道，你山东哪儿的？没听过，济宁，济宁，济宁人说不知道。乌炸子，乌炸子，胡炸子，胡炸子，真的假的？你们别骗我。不是，不是，乌炸子应该是个吃的吧？不是吧？不是吃的，是煤灰，是做的。做的马扎啊，马扎，小马扎，对对对对啊，对对，是小马扎，小马扎，乌炸乌炸子，这也太难了，这也太难了。好的，那我来一句简单的吧，一句问候，虽然有点早啊，悉尼呵，悉尼呵，是吃了吗？不是，悉尼呵，悉尼呵，早上好，悉尼呵，悉尼呵，我这边都刷屏了，答案，这很好猜的，这个跟普通话，新年好，对，对，给大家拜个早年啊，新年好，哎，早年了，你的早年，给直播间兄弟们拜早年了，新年好，给大家拜早年，我说的标准吗？新年好，新年好，说的有点像这是那儿的话。有点偏西，陕西，陕西，哎，有点陕西味了。我觉得不要这个灯好点。那咱们开始吧，咱俩。好嘞，稍等，这个耳机就是说太大。好的，我们先。然后我拉你一下，我在开房拉你吧。口音跟漳州那边的，我的口音是属于那种特别不正宗的闽南口音。不要等，对吧？不要等，他们都说不要等。你觉得我有口音吗？有一点呀。有一点吗？一点点。我自认为我普通话还挺好的，算是很标准的了。还可以啊，就有一点那个山东味儿。山东，我拉你了，我叫那个，别吹我的头。哎，我们俩的 ID 有异曲同工之处。哎，咱俩 ID 好像啊，就是那种别吹我的头，救命！求生欲爆满到极致，蛮惨的两个人，卑微，有点容易挨打，咱俩这里的，别吹我的头，救命！别打我，救命！一个比一个怂。咱们先玩这个躲猫猫的模式。好的。躲猫猫你有玩过吗？我玩过，但是我很擅长藏，也不是很擅长，我擅长藏，但是我不擅长找。就是玩藏就会跑不远玩的。找的话就不太行。那就不用讲解，那我就不用讲解。不用讲解，我还是做过功课的，我还是虽然很菜，但是我还是知道怎么玩的。可以可以。但是可能直播间有很多不怎么熟悉这个游戏的，您可以讲解一下。就是躲猫猫呢，就是
就是一个藏一个找呗，就是分出阵营来，一个阵营藏，一个阵营躲，一个阵营躲，一个阵营的找。嗯，就 OK， 我们就是会变身成其他的东西，变身就是整个地图的任何一个道具。嗯 ，OK， 那咱们先开吧。好的。这个图有点大。这是那个什么公司？这个、游戏公司啊哈。对，游戏公司。哎，找难找的，真是这个。啊、哦。这就完了、啊。咱们是一对吗？我不知道啊。阳台在哪？你是躲的，我是躲的，我是走的啊！那我不能说话了。没事，我看不到的。咱们就是说，这么大的图，我估计完美，也很难。等一下，调整一下方位。绝了！我看能不能找到你。这怪。太大了，妙啊，各位！哇，我怎么看谁都像呀 ？Bibi 吧 ，Bibo B。我真聪明，我怎么这么聪明？一个人找两个人找不着，竟然！我还是比较我还是比较擅长躲的。不行，我把你找出来。让我走。哦。哦。就剩一个了。哦，就剩我啦。那就剩你啊。对啊，我怎么就剩我了？救命啊。对，各位狗住，咱们就是说不慌。哎，这是躲哪里去了？咱们不慌有点厉害，对吧？有点厉害。30秒啊，暴走了。一个人找一个找不到。哎、你们过分了啊。怎么就我哎我怎么第一把就我真的假的？10秒9啊，咱们稳得很啊，各位。我是真的狗、哦、对不起。哎呦，这怎么搞？这确实不好找。对，我就比较擅长藏，但是我怎么这么慢啊？我这把是藏的。完了呀，咱们 3, 2, 1，哎，藏的还好。先稳一下啊。把进步取消哦，那么我的进步见不见了呀？好的，我刚是按到进步，这是录播吗？不是录播。写字，我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啊！我看到了 ，OK， 看到了。你变成什么了、哦、我看到你了。你们不会有人直播窥屏的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应该不会吧。咱们匹配的应该没有吧。哦，匹配的是吗？那应该没有。对，哎，这是哪个兄弟？二次变身，我晕，这是个什么东西？我这个东西好，我这个东西不好。好，就
救命，我迷路了。我这个东西吧，无敌的我。哎，哎，我怎么卡住了？我躲这里去吗？哎，我这里，我怎么卡住了？我怎么锁定了？哎呀，我这波无敌了。这可如何是好？你这个不是我卡住了，等会儿咱看四下无人的时候挪一挪。来给直播，我给直播兄弟们上播电视啊！咱们直播兄弟们可以抽一下奖。哎呀，危险！抽一下咱们这个危险危险牛妹啊！牛妹永久四份啊！不是我刚刚上楼梯为什么没上去？来右下角电视也可以起啊。没人了。好呀！我这是谁啊？哎呀，我好这么嘲讽我吗？他，哎呦，23秒，好，这局就是不做头上踩不做稳的人没了你，哎呀，我没了，他踩我头上，我怎么就是成为全村的希望了又？我这个太突兀了，是啊，但是这个位置不是没有人吗？咱们每一局有每一局的策略，不着急啊。你看，我起了，耶！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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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离谱呀！自愧不如啊！我好离谱呀！啊！太会藏了，这把你肯定是找的了，藏两。嗯，我是找，我应该是找的，提升血量，买。大家这个游戏就是氪金使你变强啊！我是找的，我开始瞎了。这个图都是一样的，这个好找。这怎么找？哎哎，我就哎，我好厉害啊！我刚刚是我的运气是真的好，不好意思啊，就是这种游戏一般都有新手福利。就是新手一般运气都会好一些，这么厉害吗？都运气好，运气好，嗨，这个东西打一下吧，哎，不是，嗯，还有哪儿呢？咱们稳住啊，等一波暴走模式。还有四个。嗯？嗯？这怎么还有个烟雾啊？是谁？会是？哇，有人变泰坦了。哦吼，好，呀！不要打我，大哥，大哥，给个机会。哎呀，大哥不给我机会，不给我机会，我走。哎呀，咱们，没事，我 OB。怎么又剩你又没了？啊！叶总，我跟针对了一样。哎呀，主播你，哎呀，你怎么，哎呀！哎呀，别说了吧。主播被妹带啊，各位。我都怀疑自己。好尴尬呀！不慌不慌不慌，没事没事，我运气太好了，今天。哦吼，失败！厉害厉害，确实厉害，可以啊！对面主播是打爆头的，是的，是的。我这不好意思说，我是咱们 CF 主播了啊，都不好意思说了。藏猫猫这种运气成分比较大，不也得会躲，也得会躲，因为我不太会躲。对，就是得心理学研究的比较好一些。对对，因为我怕慌，你知道，我感觉。就是那人一过来我就想动，你知道吗？就像我就感觉他看到我了一样，就是心态不够稳。对，我心态不够稳。对，年轻人还是浮躁了一些啊。我感觉他们要看到我大家都是年轻人
咱们换个图。好的。好几个图。怎么是这个图我必须得藏两把。好的，这个图我好像没有玩过，不过没有关系。咱们就是说不慌。我能放大，我放大屏，你们看什么呀？准备。哦，对对对。我这把高低上个前三啊。好嘞。跟奶自己喝。是毒奶还是鲜奶？哦，这样我的脸也出得来了。好，这个地图我没有玩过。哎，全看运气了。必躲到最后啊！全看运气了。各位，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我是找的，那没了呀。这怎么？我直接晃了。是吗，各位？不是，我们这样溜达一下。看看有没有正在移动的。这样行吗？哎，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哇，我这个点儿看不见，从这边。哎，我这个点儿可以。哎呀！我这波无敌，我这波无敌了。我好憨，我真的不会找。我真的不会找，跟我就是看什么都像是吧？嗯，反正我玩，我总是看啥都像。我不是，我是右手，这是直播，所以是反的。啊、哦？这个也太狠了，这个人。暴走武器。我觉得我们不能找合离的地方。我就把话放里。是不是？今天打绝对找不到我，看到没有？三个人在我面前走过去，人家看到都不看我。哎呀，掉血了，还是。嗯。你别乱打，那行。子音，我告诉你我是啥吧。嗯。我是消防栓。消防栓。嗯。我在那个。咱们就是说，并没有见过消防栓的。二呀，消防栓在哪儿？万一呢，对吧？不慌。啊哈！你看看，拿捏我这个点，拿捏了，被拿捏了。它在空中飘着，真的吗？还有这种操作的吗？没有没有。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很奇怪的吧 ？3, 2, 1, go！ 我操！我跑人复活点去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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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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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在动。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他和狗也他不是消防栓，真的假的？哎呦，送福利的。这个人他不简单啊。我觉得我没了，哈、啊！被看到了，
他们在跑酷，对，下一把我也跑酷。是个箱子，真的吗？没法跑啊，这个东西，这个太难跑了，这个太大了。无了，不逼一下。全是消防栓。这个还能压住的，你觉得他们仨谁能活到最后可以压他，可以加分？第一局骗我，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压这个，压这个，这个，这个。我是可以，哎，啊，他们不打他。完了，剩一个。我们的这位最后一个独苗，他的 ID 实在是不太适合直播。怎么办呢？咱也切不了视角。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确实另外一杯不适合练出来。哎，躲得好。啊，我压的人怎么没了呢？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躲在哪里？中奖怎么领？中奖的然后私聊我就行了，私聊我把那个屈服账号发给我就行了。啊，然后这边上电视再给大家送这个沙漠领主啊。你是躲的吗？我要找你啊！别呀、啊！不要藏，去骷髅头里锤人。好的，行，我锤人，我锤不动人。抓到我只是擅长躲。那个泰坦，我只擅长躲。给下待会儿试一下，好吧？如果我附近有骷髅的话，你们不会有人窥屏的吧？不会吧？不会吧？主播不可以看，不可以看弹幕哦！我现在就是双眼注视着，但凡抬头。哎，这是个假的！哦，我看到泰坦了，有没有伤害呀？哇，我要被锤了，感觉啊、哦，差点，差点。就剩两个了。喂！哎呀，好啊！哎呀，哎呀，哎呀，被逮住了，被逮住了，逮住了。咱们就是说抬头的功夫，就是你心态过分稳了，应该灵活一些的。最后一个在哪里？哪里？哇，这位的位置真的，嗯，找不到的，应该去跑酷。对，不行，但是我跑酷慌，我跑酷慌啊！我，我操！哇，这单独哪去了？这个人，他真的是在天上，在天上啊！他在半空中，他在墙上。墙上的一个不知道是哪儿的那种横杠上可 以完成了，前三，我第三，可以。要求真低啊，太拉垮了吧！我这个本来我看刚才第一呢，瞬间掉第三了，也可以了，第三也可以了。
跑酷等于被人追着跑，对。我感觉你蛮会躲的呀。我属于心态比较好的，就是藏得住。然后呢，你要来了呢，我也不跑，接受命运。然后人来了，我也不跑，不等，也不动啊。你不动，我不动。你不动，以不变应万变。我心态不行呀，我心态，我感觉、就是、他一在我旁边，我就想跑。咱们没事可以就是听听佛经什么。好使吗？好使，让你内心平静。好使啊，真的吗？哎，打打坐，我在平常在打打坐。对，太急了，我属于急性的。好，我也要急起来。像我那个打爆破的话，我就属于那种往前冲的那种啊。是吗？我第一个冲啊。对，我稳不住那种，对，急，比较急。那我就不行，我就属于敌不动我不动。叫他打排位给他掉分，凭什么觉得跟我打排位就会掉分呢？生气。虽然没有毛病吧，这话过去了。这位朋友，大家可以上个电视啊，压脚电视还有五分钟啊。这个350 AK 啊，也是比较好用的吧 AK 啊。是的，永久武器，这个单位永久武器啊。特别可爱，不会，我老本排不进去，加油加油！上电视上电视，我们有这个活动吗？我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去问一下哦。上电视就是直播间用它表示费，是需。那我们这边也需要那种抽什么东西的操作是都没有是吗？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没有啊，直播间的伙伴们，你们要抽礼物。啊，不是我操作，那就是等会儿。啊，好的，我们稍等，稍等就会抽福利。有想抽的可以去了啊。嗯。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室友也过去抽。对，我们开了的话，就说一下。怎么回事？怎么匹不到呢？要不换一个，我们可以打别的。这个图是，可以打别的。那这个图呀，难道这个图都不爱玩吗？这个段位没人了，有可能。我们段位太低是吗？不是，是我们段位太高了。无敌，就是无敌，就是很寂寞的事情。无敌匹不到人。右下角点那个上电视就可以参与了，点那个上电视可以参与。当当当，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图好找，这个图小。这个好像，哦吼，我上去了，哦，好嘞，完了，我是路痴啊，哦，也洗，也洗了啦。3, 2, 1, go！ 我好奇你是什么？哇，你真的，咱俩差不多大。不是窥屏吧？那考虑都不考虑就过来打我！完了呀！完了呀！那刚复活就哎呦！对，我们刚匹不上人，完了呀！那怎么地？要随时移动位置？哎、你不能这么玩啊，兄弟们！那考虑不考虑？拿着刀就过来，等一下，K我了！
咱们先把锁定解除，随时准备跑路啊！啊，来了。我真的不适合跑酷，各位，窥屏过分了啊！平他们，这窥屏啊！我下一局我要改变策略了，我要开始跑。真窥屏，真的窥屏很精确。咱们的延迟大概有个几秒，十秒有，一个地方待不能超过十秒的，就五六秒，也就五六秒。五六秒，好嘞。对。啊，我是着的。嗯，这颗他又过来了，我这么快了，哎哎，完了，是吧？我这个垃圾，这一波是生法，好身手。我这把是生法，那也不敢打呀。太怪了！哎呦，哎，真累啊你们！哎，逃走位，我追不上呀，哪儿去了？真厉害！这个不可以预判吗？是他吗？不是。牛妹，换手枪哦，对哦，换手枪，着急啊，应该换手枪的。然后一会儿牛妹还会给大家送的啊。就主要咱们枪法不是很好。快打他！我要提示你，这个花盆，他刚才直接干我的。嗯，花盆打了。对，紫金快来一层那个游泳池。哟，什么东西？他被打了。被打了。他被打了。刚才就是他打我的。咱们一个地方不能待超过十秒钟，选一个好跑的地儿，那就随时跑着呗。咱们这局完全改变策略，就是移动。哎，我不要看我自己。3, 2, 1, go！ 哎哎，这是谁？哎，让他带走。跑就完了。Move！ 让我带住了。我这得跑两分钟啊，这也太累了吧。你要这么说，我就去最高点，我看谁在跑。我在最高处。你看能不能把你逮到？就是说，呀！哎，我看到了，有一个。啊！我没打，不是我打的。他们好过分呐！战术停滞怎么办？我去捡那个骷髅头变大打人。好的，下一把就搞这个策略。我每一把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策略。哎呀，这把还行，找到两个拿捏了。我觉得跑酷策略不适合我，各位。变怪兽，变怪兽，好，变怪兽。你要等技能有了技能再跑也行。你知道没技能那会儿，嗯，他有那个烟雾弹和那个替换吗？好，下一把变怪兽是、我还教你，我这排名都不如你的人，我还教上你了。没有，我不会，我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还不如不会的。你们都是太会了，知道吗？所以想法顾虑很多，体会不到我们这种菜鸟的心态。那我就是菜鸟，那我就是菜鸟。你要是菜鸟，我就是菜鸟。我真是我，嗯，你是没看见我打爆破，就是那种什么闪光弹闪自己队友啊，就是十个里面九个都是闪到自己队友的。啊，穿闪队友啊。
对，咱们没事不丢啥。给大家送波赛博雷神啊！来，鱼虾饺电视开启啊！大家有想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这个赛博雷神的抽奖。哦，赛博雷神干上，咱俩换个模式玩吧。好。嗯，换一个也是比较休闲一点的。娱乐模式 ，OK。你玩过那个葫芦娃吗？我玩过。但是我依旧玩的不是很好。你可以讲解一下，也有可能我不是，我不是很完全的知道那个规则，我只是就是棍子一样的玩过而已。怀疑我是不是 CF 主播，我都怀疑自己了。玩了个假游戏呀，是不是下架了呀？下架了吧？转个圈，我们可以玩别的模式。翻译，哎，主页什么东西？下架了，我说呢，找不着了呢，没有下架，我怎么没看到呢？闪光弹扔他脚下会变白哦，贼厉害的哟，这位剑士，六欲超。你不要忽悠我。右下角是这个，我还是屠龙刀呀、啊。我还是我作为一个闪过队友无数次的人，我还是知道这个东西。我感觉这模式要比葫芦娃好玩。咱这是什么？这个屠龙刀啊，这个我没玩过，这个需要讲解一下。屠龙刀大战金箍棒、啊，就是刀战，就。就砍就完了呗，然后你的刀会变得越长啊，对，就砍就砍就完了呗啊，好啊，砍就完了啊，砍就完了，砍就完了。行，我没有玩过，果断直接砍就完了。我拉你了，就是你杀的人越多，你那个刀啊会变得越来越长。这是不是有那种？先开一把试一下。好，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我开吗？哦，我没有玩过这个模式。四十米大刀就是最终进化值，真的假的？我选屠龙刀了。定海神针屠龙刀，那我就定海神针。不对，这什么呀？这是灰塔啊、哦，这是个远程攻击。对，这个礼物箱子有什么用吗？就打箱子会变长，你的刀会变长。哦，要打他。你看中间有一个那个五米十米。我怎么打不到他呀？哦，要进。好，没明白。就会越来越长。我看到你了。咱耶，这都能看到我，哇哦！不行，我觉得我这个金箍棒，这个金箍棒。上脚是打什么都能变长，给我重击了。那、这个好好玩，就是打任何东西它都能增加。这有个，算了，我不能说我在哪儿。我们就是一个逃跑战略啊，咱们打不过，咱们还不能跑吗 ？Yes。啊！漂亮！哎呀！变快好，没有玩过呀、啊，真的第一次玩。现在咱们三十米了，够长吧？我不行啊，你耶！就是一个走位。你看我这个刀，我一直背。哎呀，我怎么记？他怎么能越长越好是吗？还是得选刀。对，你得打箱子。有道理。上面那个气球。哎，这是谁呀、啊？
怎么那么不给机会啊、哦？已获得50米，你不是你已经40米了哈？那咱们把它当躲猫猫玩吧。你去打气球啊！打气球越来越长。哎，我怎么他12米？好吧。战争风云会更好啊！好的。我短了，哎，这个刀是真的长，怎么那么长？那这是个啥呀？我也40米，给个长不长？40米挥起来不累吗？这个刀它不科学。我们还有个铁网，这个刀能穿墙吗？穿不了这个刀。这个刀，这个刀没法玩儿。咱们苟一波，有没有那种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哎呀，给我砍了他！我发现这金箍棒挥的好好短哦，因为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来了。就是一个，别跑！就是一个，别跑！哎呀，我就是一个，我们在搞笑啊！一个追一个的，我追你，他追我。好小的金箍棒，对不起，就是说咱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不要嫌弃嘛。有种，可以用重击，有技能。这是什么技能？这个技能，我感觉在这个大刀情况下。好像也没什么用啊。嗯，有，它是范围性攻击，这没有用。插翅难飞，没错，插翅难飞。打帽子什么能升级？我能不知道能升级吗？我得打得着呀。你说你这个刀，它变到40，无敌是不是很寂寞？给我机会发育一下嘛！哎呀，没事，我先打他。啊，你们俩打打、哎哎，我帮你一把。打不过我。等，就是咱们先猥琐发育。猥琐发育，我在这边蹦。重击，走！哎，这没打到吧？呀，我会不会被误伤啊？没事，没事。这是自己人啊、哦，是我，嗯，我打别人，你还打我吗？你现在他是打我？没有，我在打你头上的气球，我瞄的可准了，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作证。哎呀，神针已经达到最大程度，真的吗？我的神针吗？好用一点，屠龙刀，用失败把屠龙刀，因为那个东西直接挥，直接一个棍刀就行了。这个神针它还有丢出来和回来的时间，有点难。对，它就是扔得远。嗯，你可以换屠龙刀试一试，我换个金箍棒。我可以试试。其实还有点意思，这个模式还行。就是主要是我信佛，我不杀人。不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喝啥呢？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口令怎么用？口令的话是这个，咱们在题目右这个上方啊，就这个美好就是 AK 大猛男，是这个口令，去那个活动里边兑换就行了，打上这几个字啊，在屏幕上方啊，屏幕上方必须在里边兑换。这把人多了又是气泡美式吗 ？Yes， 好吓人了。紫音选那个大刀。好。我的小刀刀，雪大刀砍就行了。我估计，反正是一，可能会是一把小刀刀。四十米的大刀砍就完事了。把它当匕首用也不是不可以。
去活动一会儿。活动。嗯。我的大刀即可难耐了。嗯，他还会跳。哎，这个金箍棒有点东西。我不会近战，我发现了。我真的很幸福，我不打架，不杀人。这是一个非常不适合我的武器。我觉得大刀更好一点。我是个小刀刀。快升级啊！打那个气球升级。前提是我也要打着着呀，咱们。哎呀！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没开，没开二度，我这都没开几度了都。哎呀！这好像那个，好像那个。就是我永远在发育。这谁的进步？这玩意儿得打两下呀。呀，不行，这种近战武器不适合我，我意识到了。谁到四十米了？这已经到四十米了，快快到了。这可能是个重生游戏，对，对我来讲，这可能是个割气球的游戏。我拿我这个小刀，你说这，我怎么还有？你找机会砍他呀？就主要是吧，这个时局是，我一活过来就有人在砍我，你看，这怎么办呢，各位？我怎么才能？我感觉重击不好用啊，这个东西可以上高处行，重击再上高处，哎，屁股给我偷了，身法啊，这里有身法，乱跳，哎呀，这次活的还挺久的，我一般比较不跟人近战，那就甚至杀不到人。对呀、啊，这个刀它我不太顺手，不知道是这个程度没错，承认。一直按攻击别松手啊！没砍到人吗？没砍到人吗？是吧？嗯，我没有玩过这个模式。改名叫绝地那个，这个其实一直摁着那个开火键就可以了啊？是吗？这个模式啊，他不是，我都是摁着那个开火键的，不再松手啊。原来如此，你是不是一下一下点呢？对啊，我是单点的。我说呢，对，你就一直摁着就行了，一直摁着就可以了。这个模式一直摁着就可以了啊。好的，乱杀就是一直摁着就乱杀了。我信佛呀，我不杀人，六六。信佛不杀人啊，那不一会儿咱打爆破不能信佛。好，砍不到人。闪队友，砍不到人，我也砍不到人，砍不到人。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我跟你说，你就一直摁着那开火机。好，你就见人你就一直摁着行。但是我还是选金箍棒，我太细了。嗯，你行。你太细了。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我的刀吧。听说一直摁着就行，对，一直摁着就行。好嘞，我就没撒过手了。我发现了，咱就是说一个九米啦，咱们开张了啊！杀了一个，
马上电视，马上电视。我慌。一会儿给大家送过这个蝴蝶刀啊。这刀有点吓人啊，这个刀。Yes， 开张了，没开二度。哎呀，黄雀在后，找到方法了。没开三度，可以。我知道了，大概知道怎么玩了。哎，不行，上面是不是一直摁着好使吗？嗯，他还是得一直摁着。这个刀太可怕了。这是什么东西？下来。哎，咱们坐山观，我还想说坐山观虎斗，让他们先打完呢。多打都不好使，太长了，主要是这个他们的刀子。我们苟住好吧，我们在这儿苟住吧。哦，我好像还行。妈呀，这是24。我发现啊，这个地方他们长刀大佬他不爱进来，非常不错的猥琐发育的地方。我感觉我知道你在哪。你别，你不要过来，你都把我打死了。咱们一个，你刚才砍的是我呀。啊，是吗？不好意思啊。啊，真是对不住啊。哎呀，这是谁？给黄雀在后。摩西摩西，失败。但是开张了，但是我这局杀。杀了好几个。前面，在前面跑，然后你把他打死，那个人就是我。哎呦，哎。送温暖，送温暖，对，送温暖。给我嗷嗷偷了。嘿呀，送温暖。这一波给我嗷嗷偷啊！送温暖。这个休闲一下，这个模式还蛮休闲、啊。这个是的，就是刚玩爆破了啊，兄弟们就是可以玩玩这种休闲的模式。其实爆破对于我来讲也挺休闲。啊，我说挺消遣的。更休闲。爆破对我来讲也是休闲模式。我就气得你闪队友，我时刻一会儿盯着你，我就怕被闪了，我盯着你。我不闪，我不扔闪。我不闪，我要闪之前我告诉你们。我、哦、闪之前告诉你，我闪你了。我闪你了。然后我回头看一下。不是我闪你了，我更多时候会闪着自己。老师就是扔不好吧，道具是。是的，闪会比较。就是扔不好。不，就是爆破玩不好。我爆破看不到人，我永远被屁股后面的人打。因为这个，咱们 CF 就是主要就是爆破模式。是的。玩最多的还就是爆破模式。爆破模式玩的比较多一点。我们来练，可以练习一下。确实也比较死。对，我还准备了几个问题问你。好，突如其来的问题。对，我准备了几个小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偏社恐还是社牛？我是社恐啊。我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你没有社恐，看不出。真的假的？我极度社恐，我属于极度社恐的人。没有，不像，不像什么？
就是你绝对是社牛。社恐，极度社恐，这是摸着良心啊，非常重度的社恐，现实生活当中。不像真的呀，吗？那真的呀，真的，我很社恐的。我是属于社恐的，我属于对，社恐，社恐，所以就很喜欢在家里研究东西的，就比如说研究游戏什么就的。是网络上那什么，徐肉认真的吗？你是我的线粉下丝，没你跟不你知聊道我过社是恐吧？吗？线上重拳出击没有，我线上更怂，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那种，线下更怂。就是躲在那边的那种。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能不能做到这个反手摸肚脐？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可以摸到了，但是还是不要给大家看了。摸到了，可以站起来，站起来摸上边，从衣服那儿，我怎么感觉你是伸进去摸？对啊，是因为这个衣服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哦，就很大大是吗？家就是期待一下我别的平台的视频，应该可以。不要看，要看要看要看，不给看。有粉我给丝你要看。看，不是，就我今然天这个衣后服不太第方便。三个问题嗯，啊，就是太肥了，这衣服不好弄，是吧？行，那个咱们第三问题就是目前就是玩的最多的游戏是什么？啊，可以说吗？平常玩的可以啊。近一个月当然是你是什么类 CFM 型的？什么类型的？了。还得是 CFM，玩游戏还得还是得 CFM，没有，我平时就是 CFM。枪所以战你类的会游玩？戏玩也玩，MOBA 类的游戏也玩，但是枪战类的我会比较晕，那个就是 CF 这种第一视角的，对，所一以般 MOBA 枪类玩战的会比更较多一些，晕是吧？嗯，主要是枪战类游戏，其实上手也比那种要门槛要高一易。些，主要是 CF 吧，是属于那种。我感觉是偏难一点。很多人有像我的同龄人会有端游的基础，但是我在小的时候比较专心的搞学习，所以输在了起跑线上。再想要学霸，学入霸，手的时候，再想要上手的时候，你就真会是比较学困霸难。呀！不是的，不是的，错过了很多童年的欢真乐是时学光，霸呀！就感觉到在游戏方那你面属就于是输在了起那跑是线上。童年是光打游戏了，我是。所以啊，赢在了看起来跑是线双上。重咱们天赋。每个人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粉丝。用一个词形容，形容你的粉丝。用一个词形容我自己的粉丝。你平常喊你粉丝什么呀？就是特我别的粉多。丝叫肉团。肉团，是的，因为我的小名叫。什么叫肉团？那三个字母我看到了，其实我想说那三个字母的，你们最近很不对劲，知道吗？对，因为我的粉丝叫肉，就是因为我的小名叫肉肉。哦，肉肉，对，所以我的粉丝哦，就叫真不肉叫肉团。团。你好可爱。也是一个，就是因为就是反正肉也不少。形容一下，用一个词形容一下，我形容一下。干嘛？快说！我的粉丝们，这不是我形快容说，的，快说，快说。他们自称不是自称。我的粉丝们，你们过分了，这什么？我的粉丝们是有才，有才，有才，嗯，有才，有但不对才，劲。有眼光，有眼光，但不对劲。但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呢？那哪里不对劲呢？哪里不对劲呢？大家说说哪里不对？有才没脑，谁说的？谢谢您了。就是非常喜欢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物料，各方面的不对劲，是不是对。比较容易，就粉丝比较容易开车是吧？是的呀，
你们作为一群妹子，对不对？明明很合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可以，可以。然后咱们玩玩爆破吧。好好。这是 CF 的重中之重啊，爆破战。你喜欢玩什么枪啊？我喜欢玩步枪，我玩步枪，不玩狙。玩步枪 AKM 是吧？AKM 是对我来讲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武器细微的区别在我手上不是很明显，就比较那什么简单粗暴一点，一发爆头。M 四就属于射速比较快，是的，各有各的优势在哪枪。总之就是贵的枪就是好。应该喜欢那种打 AK 吧？给我推荐一把枪吧。一般都喜欢打 AK。AK， 你看仓库里有那个王者之影，也是咱们手游的 AK 的天花板。王者之影有呀，王者之破、王者之影、王者之翼。王者之影就属于 AK 的天花板了，咱们现在。那就它吧。又有射速，主要是射速快。一会儿可以试一下，也是比较炫的一个枪。344 OK，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吧，还有一把枪也是，这把枪伤害特低，真的假的？哪把枪？他们说王者之影伤害很低啊，这是王者之影伤害很高的，这是王毅枪，能骗你，能骗你。好的。 AK 伤害都很高啊，这个不是这个枪是吗？搞错了，不好意思。八一四，你可以用那个八一四，那个枪很稳定的。没有，是现在八一四，你看有没有八一四周瑜？八一四周瑜那个枪吗？现在都买不到。看一下八一四。没有，但是我看到一把粉红色的枪。装好了吗？装好拉你啊！你告诉我一声。叫周瑜，八一是周瑜。周瑜。鱼，周瑜的。八一是哦，八一鱼。那我找找。对，八一鱼。反正这两把枪好像没有。切一下。你没有看到吗？右边过去了。好，对不起，我瞎，我真的瞎，我。咱们来慢慢找。粉丝说看到了，看到了。现在还有吗？上面又在上面。真的假的？是金黄色的武器。啊，我看见啊，八一是装备，看见了。OK， 好的。对。你瞎，我真的很瞎。我玩这种游戏真的看不见人。看不见人，我看不见。没事，你跟着我走，你给我补枪。好嘞，就是你跟着我屁股后边，然后给我补枪就行了。好的，给你扔闪。我防闪，提前装个防闪人物。可以。咱们不装，咱们装一个漂亮的人物。这个图沙漠灰，不知道你有玩过吗？有玩过。这个图挺经典。等会儿我开水友房，好吧？大家有水友想参与的，待会儿我开一个单独的房间，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块儿玩一玩，参与参与，好吧？我是不是跟错了啊？没跟错。你看到我没有？看到了。来来来，我来。来，我先来个闪。看这个前面跳那个就是我。Fire in the hole。哎，这是雷，不好意思。来真的呀！再来个闪。Flash bomb， 手雷来了。闪哪去了？这闪天边。哎，你怎么？又
狙，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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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被阴了。那我是往前冲还是？你在这等着。我在这等着。你不要冲了，他的。我怕我屁股没了呀。啊，完了，就剩你一个了。完了呀！现在，现在你一 v 四。怎么办？给出个主意。你不要着急，你上，你跳大坑里，你看看 A P。我跳大坑。你跳你右边那坑里。这个坑。哎，他们下包了。他们下包了，那我去找包。对对。在 B 还是在 A 啊？不是，你别在 B， 在 B 下包。你怎么办？咱就是说往右，直身拆包，拆包。哎，前面有人，左边。左边，我看不见，我真的看不见人。你没看到吗？没有。你出去的时候那个人站着，然后你没看。我看不见人，我真的看不见人。糟糕，各位，这个枪你估计压不住，真的假的？还行吧。还行吧。哦，吃了个满。我枪还可以，就是瞎。Fire in the hole。咱们卡这，咱们卡这。好。不冲了，怎么？来来来，咱俩配合一下。嗯。你去。哎，有人。打了。漂亮。打掉一个。感谢啊。小配合有了已经。已经有小配合了，来，我装前面挡子弹，最后他们就剩一个人了，不要怕。这个人在 B 吧，在哪呢？在 B 的应该。哎，他家在 B， 后花园那就在前面，左边那个地方，左边。这是右边，左边，右边，对对对，这个口子，他就在那边。那我上了，我冲了。他们要，哎呀，我他来，你别冲啊，他会过来的。嗯，马上就抽我的签名照了，各位，大家可以干嘛来着？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可以参与一下。手搓都能压得好头晕，是的，我只是看不见。还有俩，两个，哎，两个大残，你直接突突过去。我突了，就在 A 门，就在前面突突突。我操！打扰了。这个不行，咱俩不能这样，咱俩得躲起来，对，不能冲了，得苟一下。咱俩不能冲了，得苟一点。自己技术问题，没错。哇，这发财了！哦呀，发财了！你应该用普通武器。是的，没事。哦吼！这把咱俩狗玩狗的。可以，苟住。你看，你站这个地方，看看 A 大一下，看吧。哎，这边来了，后边来了，小豆，我后边，你后边。嗯，我闪他。走。对，咱们就得这么打。对，咱们等着，等他来就行了。打 B 了，下包了，咱们去 B， 走吧。你跳下来，我迷路了。点跳，哎，对，下来。门后，是有人吗？对。666666666！完了，我没拆包器，我再拆包了掩护我。Yes， 拆了，就是一波躺赢。这波有配合了。
我发现了，我只要跟着就行了。对，哪有人一起走？主要是团，这是个团队游戏嘛，人多力量大。广场啊，广场。哎，哦，瞎，我以为是自己人。哦，没分清是吧？他们，我以为是自己人。深颜色。嗯，在呢，后边。咱俩，咱俩这。哎，子怡，你就看这儿，你看这儿，你站这个地方。OK。你看，站这个地方就看中门。看中门。对，你站高处。对。就是中门那个地方。有人啊，那有狙啊，小心点。Fire in the hole。他们就两个人。我们不让他出来。他们掉包了。Mission success, global risk win。就是说，非常 peace and love， 这就赢了。没事，我可以跟着忙，我可以当肉盾。B 区好，小心过点被透的。对，咱们去卡 B。哎，你怎么跑 A 去了？哎，哦，不好意思，你跑反了，迷路，没了呀。前面有人，前面有人，这里边有人，门有人，有人，门后面是吗？下包了，他下包了，他要出来，小心右边那个窗口呢，右边窗口。好，我还有，哎，可以拆包，拆包，拆包，来逼通，还有人，手忙脚乱了吧？我看不见人，奇迹啊，奇迹，你居然杀！我刚刚就杀了一个人，这是我杀的第二个人了，但是我真的爆破不怎么杀人。这两个可以了，没事，咱熟悉熟悉，一会儿跟熟。不是，我是属于我真的看不见人。我玩同类型的射击游戏也看不见人，就是看到人了也不紧张是吧？你有没有紧张感？不是，我不知道人在哪儿，就是他在我，对，我眼睛有点瞎，抱歉，就是真的在我眼前，但是我看不见他。我们把车队组满。好嘞，把车队组满，直接安排对面。这把直接安排对面，下把开房，下把开房，然后你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太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太不紧张了，所以看不见人。啊，你们想玩的，到时候我开房，然后你们直接。就是我玩另外一个射击类的游戏，我也看不见人。吃鸡吗？嗯。我也看不见啊，那个更难找人。这个还好啊，这个没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人从我面前过，我也看不见他的，就像刚刚那样的情况。不行，不能给这样的心理暗示。队友啥？就是瞎，我也只能用一个瞎来解释他了。喂，你怎么这么说自己打不拉？等会儿进房啊，余华，等会儿你自己进房吧。Okay, let's do it. 手雷来了！就是说，我可能会闪到队友。对，咱们走一大，来结束了。赢了。
是这么快吗？这么快的吗？这太快了。连跪不是问题，是的，连胜没什么信心，但没什么信心，但是连跪绝对没问题。啊，你这么好吗？哎呀！手雷来了！啊，我看不见了。子怡，你开没开麦啊？明天他们说话呀。我没开麦。怎么没打开麦克风啊？我没有开。他们说给你打一滴血，让你去杀呀。哎呀，不用不用，哎呀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好、啊、对吧，我们给你打一滴血。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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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雾弹。你看看我研究一下。好，麦在这儿。啊，开开了。好的。你看就是屁股。屁股有人。想到了。哦吼！出门出门，狗洞狗洞追屁股了，狗洞追你屁股了。你信不信我给他刀了？这些人怎么这么喜欢偷视频啊？刀了刀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膨胀了呀！玩砸了！太强了！尴尬了！五黄问题不大，那么呢？避过一个应该还会顶，避过俩，避过两个，避过两个。一号手雷来了，玩砸了，玩砸了，哎，手雷来了 ，Final， 差点被穿。小刀给我秒了，看来毙掉了，毙掉了，毙掉了。哦哦 ，OK，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必点安全。A 包 A 包 A 包点 A 包点，绝境绝境。我去拿包，我去拿包，我去拿包。你别出息，你在这卡着吧，卡着吧。他已经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他就在，他就，我在。行，到家了已经。我已经到家了。你去干呢？你去干呢？我上了。哎哎，我看见人了，我觉得我没了。暖男吗？你不应该跟着保护他吗？你怎么这一个人往后花跑呢？啊、哦，我的我的、哦、我的我的我的。没有，我是你，我拿个雷，我自己把自己。我膨胀了，我觉得。我也想去他家看看他家长什么样。我直接去报仇，我包都不带下。过来，包都不下，直接报仇。下去了。哎，有这两个。咱们就是说，下回不要去别人家玩了。避过两个，避过。哎，小道理有，小道理有。十九，怎么回事？好，绕一下你。啊，你这么秒，你留两个，拿龙炮对吧？广场，广场一枪死，快去快去！广场，广场，谢谢姐，左边左边，快打他，快打他！左边后面，对对，出那个门，右手右手右手，后面转，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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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头转头头转头，后面往左边转。左边走，转头往左边走，对对，一直走，再往左，再往左，再往左。不用看右边，看左边。对，左边往左边走，别进门，别进门，往左边走。这是这往右边走，对，往左走。来了，准备开枪。然后前面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右边右边。往前走，然后往右边，对，往前走。哎呀！问题不大，让我来看看他的尸体。真强！不是他太残了，还有一个残的，还有一个残那个。哎，对，出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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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开枪！左边，左边，开枪！打，左边，开枪打。体验枪，体验枪。漂亮！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呀！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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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我的，我的，我的。左边一个指挥也不对，而且我还有回声，我大概有四个，四个指挥。主要我还路痴。你除了主播的，其他人谁的话都可以听，别听主播的。我就把LuAnn麦关了。黑粉，把他麦闭了。我踢了。哎，哇 ，OV， 我也差点。小平，这不打我了，前面的不打我。小平想死了，新手无疑，是的。
走，咱们打把 A， 打把 A。逼迫一个。姐姐，你后转，我给你丢这个枪，这个好看。这个。哎 ，A 大一下。你往后退，你往后退。OK。这边能换枪。好的。哇，这个待遇。我冲了，这么好的枪。别中出。好。那我拐了。中路。哎，有人，有人。哎，我都顶出来了，果冻。哎呀，没事，白给他两分，再给他两分，咱们就砍他们吧。我弟提刀去了，砍他们吧。这个枪给你，给你这个枪。哎呦，后面，往后退。这一地的枪就是说，哇哦，好的。捡就完了，你可以换弹试一下。咱说实话，我这枪都不好意思抵我的枪。手雷来了。咱们就是说，对游戏里面没有。后一期。这个游戏待遇这么好的吗？哎呦，砍一个！哎呀！哎 ，A 大有一个。炸死！杀人了！直接炸死！我怎么？A 包点，砍他！最后一个砍他！我下包砍。小道这边，注意门屁股。我下包。可能在门那边。砍他！我拿刀，我已经尾随了。嗯？A 大。广场在广场。广场吗？在广场。不在。我下的包，小包。还在广场。我砍他了，我砍他了。这个游戏妹子太少了，是吗？直接砍掉啊！中一个行不？越玩越熟练了吧？不，我还是瞎。没有吗？我感觉可以啊，刚才中门打了两个呢。我只要看得到人还行，我看不到人我就是信佛的。我什么时候还打掉了一个人？开个房跟水友玩一下。要不我开安卓房拉你们？对，你开个安卓房，然后拉我一下。好的。然后安卓的水友有想跟那个咱们紫英小姐一起玩的啊，可以直接进房啊。可以来。进房一起玩。今天到几点？今天安卓的啊，直接进房就行了啊。八点。你们念一下房间号。八点。37748321865。咱们水友学员枪法是的。37748321865。不上来吗？你不跟小姐姐在一边吗？这么快就满了？哇哦！这属实有点快啊。七七，他说没有小姐姐玩，你快跟他沟通一下。啊？钱呢？他说这个换一下酒瓶换一下，我坐。你搞成七回合，你搞成七回合吧，要不？这酒瓶我给你换位的酒瓶。你把那个三 P 关。你关了三 P 包。OK， 这就可以了。可以你喊我开，我没打了就挨打了。不是奶茶，这个是咖啡。待会儿给大家上电视抽牛妹啊！待会儿给大家抽这个牛妹啊！还有四个牛妹，一会儿给大家上电视送出去啊，好吧？八点钟给大家送这个牛妹啊，牛妹！来开吧！打十二人的太乱了，老师太乱了，太人太多了。乱糟糟的。走，咱们去卡 B 吧，好。手雷来了。其实 B 点这满卡就一个口。一波乱有，表演一个，表演俩。前面有人。烟雾弹。哎，你躲这里。
躲这里。对对对，我在吸引，我在这边吸引，你就躲这儿，你往里边躲。这里不会被穿吗？不能，离那个门远一点点，离那个门远一点点。你说说话。我在这边吸引。关键有点紧张。我还是要参与的。我现在也紧张，我也是抖。不要紧张，这儿有个电梯。我都抖。哎哎，你看你看你看，我都抖，我都抖。我还有一个。你报到了。走，咱们俩啊，请冲啊！冲呀！哎，谁的麦啊？赢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吓死我了！直接四杀了啊！姐姐，我给你丢了这个枪，你可以捡。好。怎么这么多把？这个枪感觉没有八一式好用。八一式好用啊！我手都抖。切的切的，风吹大要狙我，风吹大要狙我，啊、风吹大要狙我，好好好好好，他要狙我，好好好好好，手雷来了，还在他还在他还在，走出来，他还在外面，他在前铺，他在前铺架着呢，门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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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掉，真苦啊这个英语。还剩个谁啊？剩个风图，他们就是人都没有看到。下次能不能把风图刀了？我不想看到他。来，紫金去币，咱俩卡币，咱俩卡币。OK。让他们缺一行吗？我封烟再过，因为有狙啊。被他抢了。对，过过过。还有，因为这边有狙，容易被狙了。后面有人，嗯，在家里，广场是吧？我一滴了，我一滴了，我一滴了，我在 A 大，剩个谁？是不是风出？没事，我手好撤，好撤。A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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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大，残暴的来了，来了。今天上午分的，前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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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很快。前坡，前坡，跑很快！啊，他就剩半血，他就剩半血。前坡后花去了，后花去了。牛长子，该到了，该到了。我就是瞎。哎呀，听见我了，听见我了，在那个拱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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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没有，看没有，半血。我枪水了，我暂时死他两枪。刀的，刀的，哎呀，刀的，刀的，能拿刀别拿枪。我给谁了一路了？不然刀打的。我也都一直在喊，早说，早说呀！手雷来了，让他狙我 ，A 大狙，大狙，大狙。可不行，这么拉呀！哎，对你躲这儿，我去给你勾眼，你躲这儿，你就躲这儿。好，你就躲这儿，架住。对，你们把 A 看好，我一个 B。个 B 那小道没人看啊，小道没人看，小道没人看。你 A 大在那儿躲着就行了 ，A 大在那儿躲着就行了。嗯。我来带中，你就在那儿躲着，你听到有脚步了就喊我。好的。中我带，中我带，你看 B 吧。没人，没人，我在。可能走中路了，他们小道上。给对面剃光头了，光头了，一通有一个，有一个，呀呵呀呵，这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还要刀我？姐姐，你那边有人吗？没有。哎，来人了，喂，大勇。A 大来人，有了有了有了 ，A 大直上 ，A 大直上 ，A 大直上，一个，哎，有两个，有两个，我这，哎，我拐了个，我拐了个九十八的，广场广场，啊，我给大家抽啊，我给大家上电视啊，拿下拿下，给大家上电视上电视，这不拿下，别催了，我给你们上，没了，没了呀 ，B
哎，这个雷，给他一分，给他一分，给他一分，不能让他输的太丢人，不能让他输的太丢人，给他一分。我再等会儿。没闹口味。欢迎守雷来了。马上给他上电视啊！妈，我这个雷扔死了。那我去喊一脚，我去喊一脚。哎，你继续下币吧，你继续下币吧，下币吧。四号，四号。对，你去下币，你去下币。嗯。这个中奖了，一定要私聊我虎牙私。什么？屈服和张总。另外有，还有那个私信里啊。叮当猫冲锋没有叮当猫冲锋枪今天啊，没有。没有，今天没有这个奖。今天咱们奖励是这个 AK 的沙漠领主啊。跟赛博雷神，还有牛妹。沟通里有人了，沟通里。哎，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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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哎，敢不敢和我刀一下？这个鬼家，你就开一大，小姐姐，你就开一大，在这开。我都没打他，他。没事，我帮你看。就还是老弟儿。对。我给你听脚步就行了。我来帮你吸引火力，他就不看见了。他那个狗狗着 B 通的，四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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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B， 打 B， 毕竟一个，来牛妹啊，牛妹啊，七七，你们帮他搜一下，搜干净点，别爆出口。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鼓动，鼓动，鼓动！没有，没有，没有！抽给大家这个抽四份这个永久的牛妹啊，永久牛妹，想抽的赶紧抓紧时间抽一下、啊。哥哥，鼓动吗？你骗我！鼓动掉了，鼓动掉了，鼓动掉了！哦，吓死我了！漂亮啊，漂亮！可以啊！你们不要顶，不要顶，他们来打。都没有，有，兄弟往后退，往后退。你跳箱子，姐姐你来我这儿，你看我，你看我，你来我这儿，跳跳上来。哎，对，蹲在这儿，蹲在这儿，站这儿就行。李通，你自己看吧，看吧，我自己能看，能看，能看。啊，能看，自己看。哎，中门一个，中门一个五十，中门一个五十呢。小的上了，小的上了。小小小小啊！然后有人来人了，看弹幕去了。看弹幕去了。我都不好意思，我还不打了，怎么？没事没事。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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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我就以为很安静，没有人，结果就抬头看弹幕了。你刚才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就是容易走神，扣到了。应该玩好的。不对，这三十四。他直接破我亏了，我打了三十四，茄子拿下这个残局了。啊，送雪武士，然后咱们右下角这个雪武士抽抽乐里边是可以参与那个雪武士抽乐活动的，每周六个雪武士抽一次啊。现在上电视是咱们的这个牛妹啊，要参与的可以参与一下。没了没了，再给他们一分。哦，你是故意的，是故意的是吧？再给他们一分是吧？不然就这样。刚刚我没听见，因为我这耳机就是挂着的。我没有一大位，我没有一大位。没事没事，对对，玩的开心就好。没事没事，够用够用。娱乐，你要是想，你要是想赢得快，你就说就行了。啊，我就是一混，我就是想要混一混。不行，得给你谈人头，知道吗？好嘞，那我上了。小道有，小道有，小道有。掉了。我有牛逼。我去给你打地空了，我给你找人。地空了。地空打地了。对。嗯。哦。这什么？他怎么敢打你的？哦，这不是小姐姐啊！哎，早知道不报仇了。怎么包在我手上？嗯，我在哪儿下？没事没事。哦，你去陛下包。那、啊，我是冲着门缝的。
包还没下呢，没下你们先咔嚓完了。这小姐姐还没人头，给她让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四个留，咱们我上。我去打，我去打，我去打，我去打残。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得让你杀。一过一个。行，那我先冲了。必须得，必须得让你杀，让你杀，让你杀，杀杀至少杀三，至少杀三个。那太难了，我在爆破好像没有杀过。大一滴血，大一滴血。你跟着我们走就能杀到，跟我们走就能杀。你往一大来走，一大来走。没大往右边，右边，右边。包在我身上对，我这样别死。看，给你找人去。僵尸位好像没有。敲下一个，敲下一个，敲下一个，三枪没有。没了，他们都躲着呢，他们都躲着。敲下，敲下有，敲下有。我就给你换残，我就给你换残，看他们换到，看他们换到。广场的，广场的。敲下有，敲下有。小姐姐可以跳下去打了，那是个残血。白枪28啊，朝下那个，人家不。哎，这个下面漂亮，漂亮，nice, nice, 就是一个反向跳，哇，水友太暖了，各位。哎，切出去了。看看左人，看左人，我这里，我这里，打打打打打。厉害厉害。哇哦。送吧，最后一个在哪？送吧。大坑里，大坑里。这是谁？刚才他要拍我。我打个头，我打个头。大坑里。Yes， 开张了。咱们还差一个，还差个两个，还差一个，还差一个。KPI，KPI。这俩仨俩。是的，大家都超暖。小刀，小刀，小刀有了，小刀。手雷来了。我去给你，我去给你打残，打残血。这里，这有个一枪，这有个一枪死的。小刀，对对对，一枪死的，一枪死的。走上去，直接打。再往前走，小心左边，小心左边。这打。哈哈哈哈哈哈！过分了。献丑啊，献丑！哎呀！我飞得浪。人就是一个被刺刀拼过去了。给他妈！给他一个爆破垃圾，刀塔，这个一会儿把他给他这边，哎，没事，是啊，所以我说不用，你知道吧？我就是打的四十，倒回去，是的，必须得倒。突然冲到了，他身法很好，他突然冲到了我的脸上，直接倒回去，风锁死定了，风锁外送吧，风锁，中路过脸。手雷来了！哎 ，Fire in the hole！ 哎，嗯，打我们啊！嗯，打扰了，一头全是残，残，你打我头了，一发头。没有，我主要是看小姐姐死了，我就直接送了。好嘞，必须得复仇，不复仇。不行啊，没有复仇，他殉情了，也是一种方式。哇哦，练练练。那个大爷，哇，你正儿八经的，你快给他，没复仇了，送了，别呀别呀，送了，送，直接送，炸，别，拿枪，你要能拿下，我抽个68，万一有奇迹，哎呀，杀一个我都抽，杀，我这是故意送的，知道吗？这都没给你动力吗？把我头都死定了！走一个，不是，手雷来了。咱们那个牛妹啊，在右下角电视啊。哎，你妈凤雏！哎，凤雏！哎呀，复仇了，过来刀。可以打了，可以打了，送个皮包烟。烟雾弹。
打吧打吧，黄币打吧，我去送了。对对。地包送之子。哎呦，我最近打字有好烦，这个送之子。哎，闭门五十，闭门五十，哎，差点差点，还差一个人，我把他打残，打残，打残，打残给小姐姐吧，第二排搜一下，打残，打残，打残，第三牛，地没有人，玩刀，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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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吗？把他打残，然后给小姐姐杀，我看见了，杀三个吗？不是，那我就下包了呗，残了，残了，残了，不下，不下，残了，残了，残了。谢谢你们。哎呀，被暖到，被暖到。哇哦，被水友们暖到。真的被暖到了。原来这个游戏体验这么好的吗？瞬间有了游戏体验是吧？瞬间有了游戏体验。谁说话的是？这谁说话呀？业余必痛打我头。说他钢币。钢币，钢币，钢币，必痛打我头。哎、你换个灰盒的，换个灰盒的。你换个黑色，黑色，黑色城镇。不是，李彦博为什么不顶必痛啊？李彦博，你为什么不等必痛？我五把刀在必痛等你，等你顶出来。干啥呀？余化其实是不是要玩？余化是不是要玩？余化要玩，我上去。让你叫刀人啊！我出去再拉我，我出去再拉我。余化吗？这给了个寂寞。我不冷吗？不冷，房间里面有空调。给了个寂寞呀。余化，余化，你在不在？满了呀。余化，你在不在？余化在上面，上面，上面。你要是能掏出一啥位置的话，我给他。这个抢他没那个手速。你能不能抢到这个位置？他好像都不在。吃饭了吗？还没有。上面没有，因为上面十一个关的。结束的比较晚，他不行，他手速不行。好吧。那个打他这把没输，打过的。你们没打过的，打过的，给他们打打吧，给他们打打，打一打一打。他们好，我上去，我上去。对对，你没打过的。拜拜，谢谢你们。队友比我温暖啊，感恩的心。你上去。上去。对，有打过的上去，然后给没打过的进来打两打。打完再上来吧。谢陈的学武士啊，谢陈啊。余化就抢不下来了。晚上还没了，这个结束就没有了。我怎么样，余化？余化，你怎么样？我说三二一，开了。他说余化准备三二一，我上去呢。他，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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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主，房主，我。这个风险想大一些。有人。咱们就是说一个，加一下。这个我需要大一些啊。对，你就在那，我在这边。这边。怎么 A 放了？啊，这边有人，前面窗户。哎，小道，小道是啥呀？咱屁股一个，屁股屁股。哦，我怎么听到摔手机的声音呢？是的，怒摔手机就在我脸上，我没打掉，白了。是的，这么打游戏挺费手机的，太菜了。对自己的，应该是啥？
我要认真挡了，真的，我直接推他了。现在就是说，哎，你们都在 A 呢 ？B 呢 ？B 呢？对，子怡，你跟着队友走就行了。嗯。哎，同样的地方。小队，小队。那我看屁股好了，吸取上次的教训。哎呀。嗯，在哪里？在哪里？在这是哪里啊？小道吗？对对对，小道，小道。哎，有人。再开一下，哎，窗户。嗯，他架我。等一下，绕一下，绕一下。刀长。我这里，我这里，小队，小队，小队。不给他们机会了，这把认赢了。啊、认真打，认真打。就这个地图我没有玩过，第一次玩。啊，这个没玩过呀。嗯。这个就会大一点，这个。反正大体结构都差不多 ，A、B 两个点中路。是的。但是我本来就很路痴。要不你来 B， 咱俩卡 B 点，专门给那个一号队友。你走反了，反了。走反了，对。这是正的，这是正的。是这，是这，是这，我在这呢。来了，老弟，来了。哎，来人了。激活攻击。外边还有人。嗯。没事，你带我后边给我补枪就行。等他进来，你给我补枪。你这是缺一了。嗯，没上了。走，咱俩走这里。这里。过分了，这个雷！嘿，前面有。哎，你切成手枪了，你点那个，你是不是点技能了？对，在前面吗？在右边。对，这个地方有点危险，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就在上面，他就在上面，开着枪。我真的看不见人。等着了，看不见人了都。这是暂停机构。咱们下次苟住，我就在这儿巍然不动。看他先，让他先上。我们就稳住的，得苟住，不能往前走。哎，好一把狙。嗯。哎，从中门被狙了。我躲着，我这躲我哎，我刚我就是大概走了两步。手雷来了。没封烟吗？中门，他们有狙。是的，就在等着我。哇哦！直接刷他。Bravo！ 奖励我刚才已经上电视了，兄弟们啊，等会儿啊，等会儿还有。是的，这就是我玩爆破的实录，就是全程。这玩久了，我们走 B 走。咱们现在是潜伏者，啊。好的。你在吗？你看啊，我一会儿我直接进去以后，你一会儿你再帮我，我进以后你再进去帮我补枪就行。我先进了啊。我尽量啊。
没事，你进来也行，你进来也行。来 B 点。没啥，我这个 A 狗这有一个，A 狗。A 两个，最后一个 A 狗的，就在平台上。平台。等于在平台那边，哎，它掉了。我一直按到这个。按的什么？没有，这个键位，我说呢，破案了。你没调键是吧？没调按。是的，刚刚比较着急，就是随便拖了一下，然后发现了，难怪我一直。应该先让你整好。有两个，有人。这什么？这不是？不是，在前面。这是什么？不是，我很慌。我此刻非常的慌，有人突然脸上冒出来一个人。不是我。人在前面，对，就在你前面的位置。那我上了。这个人啊，什么东西？这个人跟我在他后面都跑了那么多步了，突然好有亲切感。这个人是笑死我了。那咱们就是说，往后走，赢了。赢了。我这哥们儿真行，这哥们儿。哦，一动不动了，在那。哎，我的这个。走，咱们这把。去中路小道吧。好，我把小道。你为什么一直这个进步的就啊、哦？现在按好了，我说了。进步一般到了那种近点。那他跟我的那个投掷物的键位叠在一起了。你怎么没跟我呢？在这呢。上去拉，哎，他们卡一包点了，卡一包点。我先打个闪啊，我打个闪，然后你在后边给我补枪。哎，有一个，漂亮。还有一个火车后边，一包火车后面，就在那火车后面，我打了一枪。哎呀，高了，可以，那就可以。这把估计是够呛了，看这样。下把直接打 B 吧，咱就 rush B 行了，五个人，别乱跑了都。混子的感觉真好。
躺赢小徐，小徐，对，起码在大家温暖的温暖的关怀。之下还是开了张，对，没事了，没事休闲时候可以玩一玩。好的，玩完没有啊？这样子，嗯，今天这时间我看也差不多了。嗯，是。拜拜，希望下次还能发了吗？好的，好的，好的，拜拜。你要说你要听过我那一发你没了，我告诉你。听过我那一发你没了，我告诉你。二二是结束了这个活动，大也到此结束啦。结束了，大家晚安，拜拜，拜拜，对，拜拜拜。哎哦，这是还在游戏里。好的，对，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到此结束啦。对，然后祝大家晚安，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然后注意身体哦，大家晚安，拜拜。